乐团欠债反遇上伯乐。300万，哪有这种事啊？为了还清债务，黑道老大让他们出道了。我相信你出个唱片应该不会比砍人难吧？但演艺圈没那么简单，丑闻、打压、人心险恶。拜托给个机会好吗？如果我们输了，我永远不碰音乐。碰什么音乐？你滚回你的地下道去吧！混混天团，2月4日周六晚上9点，就在敬天映画